俾几分钟自己，摆低其他嘢，创造呢一刻你同身体嘅感受。脚摆喺凳上边，尽量保持90度，小腹、肚脐以下嘅地方转左。揿好张凳之后，合埋眼，可以享受下你的肚入面的腸胃不斷提升向上和轉左。我們坐得多呢，很需要增加回腸入面的蠕動和能量，所以你感受深一點，是肚皮以下起碼一寸在這裡轉緊左。左邊胸口繼續打開，記住有向上和轉左，是很入面的感覺，很入面將你轉緊了。放回對腳下來，企直一陣，感受一下腸的能量和動動，然後退後一步，左腳放上去，肚臍以下仍然向上提升，腰兩邊都是keep 住轉左，個心一定要諗住你的腸和胃。我哋你喺呢一刻係創造緊一種新嘅身體內在嘅環境同埋感覺。擺低曬其他嘢嚇，腳伸到最直，膝頭哥嘅正後方後面唔可以痛。如果痛咧，你就要輕微曲起少少膝頭哥。心一定要想住腸入面，我要增加腸的覺察和能量。一路轉緊張肚臍，好似好想轉上天花板咁。擺翻對手落去，可以嘅話咧，左屁股繼續向後推，肚墊大髀先，然後先到個頭。但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咧，或者太拉咧，可以唔使做呢個部分。手按住凳面就可以了，或者甚至按住凳柄都可以。慢慢站起身，听住音乐，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边。右脚放上凳上面，扶好肚脐以上，腸胃一路轉緊右邊，右手可以放在屁股中間。我們的心在哪裡，我們的覺察能量都在哪裡，所以頸部一定要向下拉。是的，讓肚子和腸幫你轉右，我的心在那裡，我的能量就在那裡。一路轉緊右，屁股要向下推，踩穩，繼續做緊腸，起碼諗肚臍、肚皮入邊一兩寸嘅地方。右邊胸口繼續打開緊，心同腸胃一齊扶好，然後慢慢企翻直，先感覺下自己。特別是腸胃入面這一刻的空間和感受，我要創造一個活躍有能量的消化系統。右腳伸直出來，打開腳趾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記住腰兩邊腸胃是要向上提升的。右手扶好屁股中間，左手按住張凳，心即刻去翻啲腸識喐同埋轉右，右邊胸口都要打開，頸膊係向下拉。打開手之後，右邊胸口不斷打開，腳伸直，腸胃係你呢一刻唯一嘅 focus。一路轉緊嘅時候，心吸。慢呼，慢慢感受一下
隻腳可以的話繼續伸直，如果不行你可以攣一點點，肚先碰大髀，然後才到個頭。如果覺得很辛苦，手按住凳面，右邊屁股拉低，這樣就足夠了。記住，如果你要下去，是肚碰大髀先。慢慢聽著音樂，站起身，站直，享受你為自己的腸胃創造了新的能量。